戴氏心意拳是中国四大传统名拳之一，是著名的内家拳法。它是在乾隆年间由祁县小韩村人戴龙邦所创，是具健身价值、观赏价值、技击价值三位一体的优秀拳种。戴氏心意拳是武术大师戴龙邦在岳家义拳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苦心钻研创编了相生相克的五行拳，结合多种动物的攻防技能，产生出了形态各异的象形拳。通过对人体的结构、生理、静理、劲道等综合研究，总结出了一系列的身法、步法、手法以及人体13个部位的攻防技法，最终形成了风格独一的戴氏心意拳。戴氏心意拳是内家功法，以心为本，象形取意，以心形意，内外兼修，外敦喉是内战丹田，阴阳为母，六合为法，重内不重外，重神不重形，重本不重末，上意不上力，与无极太极之秘，蕴阴阳五行之精，含动静开合虚实刚柔之奇。拳架走势既似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又似深宫闺秀含而不露，力与心，精与意，极与意，绝与心。丹田功，一蹲丹田，二抱丹田，三搬丹田，四砸丹田，五射丹田。蹲丹田，蹲丹田是戴家拳法中最基础的身法原型。起法有六要素：鸡腿、龙身、熊腰、猴背、鹰膀、虎豹头，有三尖、脚尖、膝尖、鼻尖成一线，有三拼：脚拼、膝拼、肘拼，有三圆：颈圆、腰圆、腿圆，有三星：脚星、顶星、手星，头悬提肛，两目平视，合二为一，舌底上颚，牙齿微咬，抱肩裹胯，含胸拔背，久蹲不起，此为外蹲喉式，内战丹田。抱丹田，蹲为素。蹲丹田是把丹田由下往上翻滚，紧缩骨道内中提，抱为展，抱丹田是在蹲丹田的基础上，把丹田由上往下翻滚，在六合意念下把丹田抱回原位，上下翻滚为一圆，一素一展，一吸一呼，一阳一阴，完成阴阳相合。
班丹田。班丹田是在素和展到了一定程度时，丹田按运行轨道进行移动，通过丹田的翻滚使腿型变化，通过腿的支撑使丹田完成翻滚，从蹲丹田变成虚灵步。丹田上翻，把前面腿由弯到直，脚掌内翻催出，紧接着丹田下翻，然后腿由弯催直，同时前脚钻而扣，前腿由直到弓，紧接前脚踩后脚蹬，同时手扳回原位。砸丹田，砸丹田是在搬丹田的基础上，素时丹田是由下往上翻，展时丹田是由上往下斜滚，身法是起正落斜，手型素时是逆立圆起手，展时是斜侧滚落手。射丹田，射丹田是在搬丹田步行的基础上，素时丹田是由下往上侧斜翻，展时丹田是由上往下正扣，身法是素斜展正，手型素时前手外压成鹰击手，展时后手内旋射出成羊握拳，素为腰手，展为顺势。
方法，四瓶装。扭地盘，龙灯脚。吊榜，步法，步法是心意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简洁明快，轻巧刚猛，可进可退，进为攻，退为守，可大可小，小为序，大为发，可直可旋，有直线，硬打硬进，有弧形，里绕旋拔，脚打彩翼不落空，走翼好似卷地风，远近一丈不为先，两头回转紧相随，寸步
六合虚灵步。串子步，剪布。狗扑步，
蛇形步。臀部头部一字步，小鬼穿鞋。旱地拔葱。
五行拳。五行拳分别是劈、崩、炮、横五拳。劈拳四腑属金非腑也，有捧成夺叠之势，主捧劲，金能生水，劈拳能生钻拳，金能克木，劈拳能克崩拳。钻拳似闪属水非闪也，有山倒岭塌之势，主钻劲，水能生木，钻拳能生崩拳，水能克火，钻拳能克炮拳。崩拳似剑属木非剑也，有舟行浪头之势，主起劲，木能生火，崩拳能生炮拳，木能克土，崩拳能克横拳。炮拳，炮拳似炮属火非炮也，有江水排岸之势，主排劲，火能生土，炮拳能生横拳，火能克金，炮拳能克劈拳。
横拳，横拳似弹属土，非弹也，有轮形壕沟之势，主直径，土能生金，横拳能生劈拳，土能克水，横拳能克钻拳。十大形，龙形、虎形、蛇形、猴形、马形、鹰形、曜形、雁形、鸡形、熊形。十大形是典型的象形拳法，一取动物在敌斗或捕食或特殊运动中的最佳技能，通过人的思维把各种动物的特性技巧由人体各个部位体现出来，最终达到取此意，向此形，形神合一。龙形，龙有锁骨之法，虎形，虎有扑食之勇。蛇形，蛇有拔草之能。猴形，猴有纵山之法。
行，马有奔蹄之功。有捉拿之精巧，咬形，咬有入林之精。便有取水之能。既有敌斗之勇猛，熊行，熊有出动之勇。四把，头把横拳，二把挑顶，三把阴捉，四把斩手炮。起手横拳势难照，展开四平前后烧，
望梅斩截，反背如虎，搜山斩手炮，车行如风，鹰捉四平，足下存身。五趟闸式，起手螳螂是无双，上下翻飞轴镜前，黄雀落入金蛋达，起退落阻得真传，起为错落为钩，不死车轮蛋打球。第一趟卧虎式，一寸二剪射球式，双闸式，魁星式，上步连环顺腰式，白鹤亮式，傲步射球式，烫海式，箭步射球式，四闸式，魁星式。第二趟，步来固守，一马三箭，蓝马跌膝顺腰式，白鹤亮翅傲步射球式，探海式，箭步射球式，四闸式，魁星式。第三趟单点，马碰蹄，左右离行绑，披胸掌，蓝马跌膝，白鹤亮翅，傲步射球式，探海式，箭步射球式，四闸式，魁星式。第四趟摩脊摩鸭，催胸冠节，蜻蜓点水，剪拳理拳，画画托塔，一马三箭，白鹤亮翅，傲步射球式，烫海式，箭步射球式，四闸式，魁星式。Wow.
压魔榜，左右追风炮，左右连珠炮，左旋右转，一马三箭，白鹤亮翅，傲步射球式，探海式，箭步射球式，四闸式，魁星式。组合练习，追风炮、斩首炮、通天炮、绝地炮、捉鞭炮、摸鞭炮、连珠炮。
七榜、压魔榜、离行榜、如灵榜、人字榜、十字披风榜、云魔榜、卧虎榜。
七小型，驼形，蜘蛛出帐，蜻蜓点水，喜鹊登梅，背角走铃，白鹤亮翅，蜗牛摆脚。
三拳，钻拳、裹拳、剪拳。钻拳，钻拳形似闪，手势压格。裹拳，裹拳类虎剑，手势脱格。剪拳，剪拳似马奔，起手双顶肘。三把，丢把、搜把、抽把。丢把，取猛虎捕食中平铺之意，是直径。搜把，取猛虎猎物时之下踩怀抱之意，是落井。抽把，取猛虎下伏突起之意，是起劲。
五种手法：狸猫上树、猿猴献桃、水中暗瓢、燕子取水、敌球手。轴法：起轴、落轴、顶轴、摆轴、果轴、横轴、左右连环轴、进退连环轴、绝轴。
蛇形手法，蛇拔草，蛇吐信，蛇吸食，蛇盘吐。手法：连珠炮、熊出洞、猫把爪、车行如风。
手法：单把、双把、步来固守、射球式、追风赶月、挑压手、冲天捕手、甩手、丝棉手、一马三箭、龙蛇二手、错手、双炮锤、抖手、连珠手、开合手、瓢把。
哥哥过一遍。陈进福简历。陈进福，山西省祁县王贤村人，现年48岁，自幼研习戴氏心意拳，是戴氏心意拳第五代传人王应海大师的得意弟子，现任祁县晋商镖局总教头、心意拳技击研究中心主任。以下是他多年参加比赛所获得的奖项：2001年山西省首届古城进宝杯心意拳国际邀请赛中获成年男子组传统枪棍第一名；
2002年灵石煤炭杯山西省第21届传统武术锦标赛及散打王擂台争霸赛武术推手男子组75公斤第一名。2007年回归杯第5届香港国际武术节其他器械男子组第一名。联系地址：祁县东大街晋商标局，联系电话：13753428102、13111030741、15935415392。